去中间，去中间，混乱混乱起来。有，确实我们有一个人被怪射死了。我完了，我被怪物射死了。超多只跟着你的。哎、欸，所以这四只跟着你啊。这个塔附近一定会生这个，是不是？啊、对, 對、啊、而且他们很莫名的会追超级超级远。对啊，对啊。他们追我，还追到树上来耶！好可怕哦！他们都是有病的人，会追超远。谢家猫，谢谢点。最凶。而且团团用奴还不先用，在等到最后。对啊，故意假装没有，偷偷来。我想说，还有奴、啊，他好像没见死。没有没有，有见死。刚好有个上堂的。哎呦！哎呦，出不去了。好，下一场。全部听影迷都心痒痒，好想开箱子，走，happy手开箱子，我已经开完了，我也开完了，什么时候？开台前，还没开哎、欸，在开台前两分钟吧，开台前想到，哎呀，今天是一号，来去开个奖，嗯，噔噔噔，噔噔噔。噔噔噔噔噔，这张说不定可以多玩一点啊！好诶、欸，好，好，哦，老师好了吗？多玩个几次，大家进来。哦，亚叔的好像很不一样。哦，哦，我。地球，急，地球，地球，这个、啊、这个球，大家可以切那个旁观偶像那个弟弟，好，弟弟，好的，要可能要走远一点啊，两面，好远，两面的弟弟，两面的弟弟，我有，废矿好好大，我整齐，好整齐哦。哦，废矿怎么回事啊？怎么会长这样？欸、可以给个夜市吗？谢谢，拍两下。老板，这个废矿好酷哦！好大、啊，这废矿怎么整齐成这样、啊？又大又整齐、哦，怎么用啊？我的天哪、啊，好大哎、欸！谢谢，贴上的吧？谢谢你的，就是有没有啊？那个一边是一个巨大峡谷，然后另一边是废矿满满，真的哎，酷炫！我是峡谷，我一直读不出来。这废矿读不出来，读不出来，对啊。哎、欸，这拯救强迫，这样就读出来了。满满的废矿，哇，看起来两箱是复制的，可是其实宝箱位置都不同，所以不太一样。哦，细节、哦、就这么刚好，好猛哦！两边的地底都超酷，天然鱼骨。这个峡谷有点不舒服哎、欸。对啊，我刚刚它那个洞的位置感觉都很像。我的天啊！村庄啊。这好酷哦！这太猛了吧！这个峡谷太整齐了吧！这个峡谷超级整齐，复制超开心，这吧。然后那个村庄整个这样整片下去超帅，村庄也有啊，太厉害了吧！在峡谷那里，峡谷那边的村庄，废矿的另一侧，废矿另一侧、哦。你看那个地基打的多底下，哦、一整条的、欸，对啊，一整条地基，每个洞都感觉很像，可是矿物会有不同啊。嗯，哇，好猛喔、欸、这真的是拯救强迫症哎、欸，很爽哦！强迫症救星，强迫症看得很舒服，强迫症救星的地图，嗯，超级帅啊，真的好厉害、哦！我的天哪、啊，中间的洞都好实心哦。我是注意到这一点，所以要往两侧，往两侧去啊！你就往下挖，发现什么都挖不到，就大概往旁边。好像地铁哦，一场速度之后可以在一场玩久的。好，好，好好我还记坐标，没有、啊。哇，这个废矿大家在里面废矿打架就很好玩。哎呦，废矿相遇。嗯，你看着我，我看着你。废矿那里啊。没问题，帅，就这个位置了，水平往下挖，好，超缓。先记好坐标了吗？地标的样子，先记坐标，先坐标。对，深怪砖的坐标，来啊，这边相遇啊，来这边集合。哇，来，记深怪砖，来这边集合。蜘蛛的好像就还好，Z 很多的啊 ，Z 很多的就是废矿的、哦。有，嗯，有你。这个村庄
也太那个了吧，太坚强了吧。没猫。我之前有遇过一个在那个啊，就海底沟的那个那个什么深海遗迹，他地基就整个超级无敌高。嗯。好不好，那就来哦，没有物资箱哦。好，开始随机抽签。好，那我们有随机分队。嗯，哎、好，剩你们三个活着，加油！好，剩你们三个活着。三个人，我们只有三个人啊。哇！回来了，回来了。这个摔下去了。看懂分队啊！原来停下了。有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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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了。各分东西。好。然后团要帮你吗？不用，我自己来，我自己来，帮你，我帮你，我帮你。是自己离开。嗯。鲁明。啊。所以等一下我们要往哪边去？哪边啊？反正现在村庄也没什么好的，不是吗？不知道哎、欸，就一些铁而已吧。那要峡谷吗？峡谷不是物资丰富。嗯。好吧。嗯，废矿也是物资丰富啊，不然就先看到哪里啊，先看下去、啊、先看遇到谁好了。对对对对对对，这个主要先靠哪边是不是？对、嗯、靠哪。好，看一下哦。好，一个是这边是否了，面对树林的右边，面对树林。哎、啊、我们在村庄哎、欸哦、在村庄哎、欸、那就直接只好在这咯。尴尬死哦。先挖点木头吧，你还是你要直接你要木头，木头这边就一大堆啊，这里就可以挖啦。我的天，怎么了？这个人是出不来啊，救他！人真好，要慢还是要快？欸、我们可以下峡谷了啊！这么快？你们不用可以啊，有水啊，有水可以流下去啊。哎呦，好可怕哦！这所以说要快还慢，我没看到。Sleep， 速度。OK， 哇，速包。我喜欢你快一点。妈妈打。我喜欢你甜一点。哇。凉。哎呦。哎，这有水，这个。你看下面的乌尤布里帕的踪影。这里稿子下去，然后走路也很危险。斧头怎么会危险？下去就不会危险啦、啊。是有道理。干嘛？哎、欸，苹果那边，树上哪边？树边边。树上。那一棵。我看你要看到了。这怎么有够可怕的嘛？赶快下去啊！我一起下去吧。有水下去啊，有水啊，这里有水啊。下面没有小怪了啦，不会有一些小龙在那打你了啦，不用怕。有苦力怕？怕？哪里有苦力怕？啊，总会有的嘛。所以这边不会有箱子，对不对？不会。哦。下路。哦，有铁。这，这里有铁。把树拆一拆。他们的拆一拆。哎，边界开始说了是不是？对，我们这台是安全区，所以没关系。好的。雨月，你下去了。我已经在底下啦。我也下来了。你也下去了。对，有了。有水流啊。水流游下来就好啦，你们都从那个稻田的水流，对啊，到同个这里，好可怕、欸！我没有湿的哦，湿的没关系，我一点点甜菜根，怎么了？你要木头哦？有没有碳？有啊，碳有啊。你脚下，你刚刚脚下就有碳了，我脚下有碳，是。我看到，看到了，树底烧铁喽，烧，嗯，
这峡谷这里应该蛮好抽到一整套铁装的，应该还蛮。是啊，铁掉下去了。OK。嘿。哎，怎么了？刚不是一个哎。哎。隔壁隔壁，还行。哦哦。哎、欸，那个村庄的基底啊，很多奇怪，怎么是用鹅卵石在盖？你也是神怪砖吗？哎呦，欸、不要说我们这边喽，要说要往回往哪边走、啊？往中心那边吧。嗯，繁星的后面，对，后面那边吧。好怕！我们要先有人先往那边扑，或是挖过去哦。有正在了，多挖点都好，觉得地形。我去多找一点铁。所以应该是这边吗？你那、你那边吗？不是不是不是。哪里？你会一下，你会一下。你那边直接往这个方向过去吧。哦好。这边，你东西都拿了？还没啊？还没。所以说啊，在，看我做个武器，然后，哎呦，做了吗？那我先把来说，嗯。安全区外、欸，所以是另外一边那一边喽，这才对。哦，下面有苦力怕，吓死我！那僵尸身，啊，我们炉子那些呢？还在这？我已经把好的，你要吗？你要吗？哎、欸，你先做个盾好了。啊？我跟洋洋都有盾了。哦，好。我做给。所以先第二个蹲就好了。走过的路一模一样。哎、欸，说了，开始说了，开始说了，收起来，收起来，收起来。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哪边啊？这边，这边，这边。哎、欸，不是，要往峡谷里面吗？里面，左边。对啊。哪里？左边这边。因为这栋是 X 走啊，啊，我们的右边走进去啊。哪里？进峡谷，进峡谷，走喽。好、啊，热。哇，有洞哦。是鸡都来了是吧？完了，会不会死呢？我们要被夹死了。哇！上面苦力怕举盾。赶紧！等一下，有人已经摔死了。我要集体溺死了。来、啊，繁星、啊，你靠右边，一个一个上一个下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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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跑跑跑跑跑，有铁，我顺便挖。好，你顺便挖铁。我们要被夹死了，好，安全了，安全了，安全，继续往前，继续往前。哎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们活下来了。有人有煤炭吗？插个火把。有，我这里有一些，拿去。啊！他没事。怎么了？没事。我多挖了一个下面一个吗？走走走走走。哎、欸，中间是不是很实心 啊, 啊？很实心啊，很实心啊，很实心啊。干嘛？你怎么了？有一只蜈蚣。啊！堵起来，堵起来，堵起来，等一下。挖挖，铁挖挖，铁挖挖。自己走。刚也是自己走。继续往前吧。嗯。洋洋，你先找时间烧烧铁。这给你，这给你。哎，龙骨烧的。哎，好了，安全，安全区。哎，安全了，那我过去。
嗯，这里稍微挖开一点吧。好，还有煤炭吗？没有了，我这里没有了。哇，我用烧那个，烧木头，你没有木头？木头，这些，我要留一些自己备用的。我看做出最大效益喽。最大效益的火把吗？的木材火把不用理它了，因为现在烧东西比较重要。工作台可以烧吗？工作台可以啊，是的、啊，可以。这里又有铁了。你们谁要先做桩啊？先做铁镐。先做桩吧，铁镐也是可以啊。做一三个人做一把就好了。嗯，做一把铁。这给你烧，秀。莫非是铁镐？哎，我怎么在我身上？因为我刚等一下，乔哥他们怎么啦？怎么了？他从刚刚我们第一次收的时候就这样子了，应该说是、哦、酱油被打、欸、哦，酱油摔死的时候他其实就变这样子了，真的假的、嗯、所以他是反酱油反击回去的时候。哎，我这里还是安全区。我把刚刚那四个碳都烧掉了，烧成好。这高度多少？40，有点高。往下。好啊。这边吗？开始吗？